十四岁就在餐饮行的嘛，到现在45个年头。作为名菜，晓得不？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。我是吴冠伟，本人叫吴老幺，吴家我最小的一个，所以说这取名叫老幺大人。猪头片的，一刀片的。成都郊县的好多吃饺子啊，吃这些磨面来的。我的回头客相当多，当天见当天卖，哦，每天限量卖完脱手。大肉的黑猪头，它的口感要好些，吃起要脆些。冷水下锅，血水它才煮得出来，煮得白净，没得腥味儿。葱、姜、红花椒、料酒，小火煮30分钟。水开就捞取，冰镇几分12分钟，吃起皮子酥脆和软，肥而不腻，口感滑爽嘛。然后叫来片，关键是呢70多度的气瓶就片2至3只，手指要两边要配合撑住。手跟刀工要掌握好平衡，用巧劲，非拿最后这一刀拖把拖下来。猪肉直的，它片些，两端区别，要不片手，要不就后部不均匀。那每天的重复工作，每天的都是这样子的，膀子在片痛。红油。微微带点腐烂，是鸡精、盐、花椒面、味精、醋、酱油，加原料入味鲜香鲜美，红油。红亮，麻辣，鲜香爽口。肥而不腻，两端吃下它有点弹性，有点嚼劲，有点口弹。今天吃的是麻辣，老年人呢就吃家常味，我家常它就带甜酸，口感味道必须要好。